替我照料他们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爸爸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兰姨会照料我，我会照料兰姨。其实啊，只要你不找兰姨的麻烦就好了。<笑>那人是谁？不认识。刚才他不是向你在打招呼吗？不是的，说不定是在跟别人打招呼呢。 年纪轻轻的，挎着一个女的，腰里腰气的，准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兰姨，您真是多管闲事。中华航空公司前往美国的第602号班机的旅客，到第303号闸口准备登机。 怎么了？你今天好像一点都不起劲儿嘛。谁像你，缠得像条恶狗似的。见了女孩子就想打主意了。哎，大哥不要说二哥，你见了男人还不是心痒痒的？我是逼不得已呀。我也是逼不得已啊。你靠男人吃饭，我靠女人吃饭，咱们是半斤八两。你的对象是那些老太婆，可不是那些年轻的女孩子。好，原来你还在吃今天早上的干醋啊。 我才不稀罕呢，有种的，你别来缠我。这倒要说说清楚，咱们到底谁缠谁？玲玲，你不是要找事情吗？现在市立图书馆正在招考管理员。 我想不会有问题的，因为那儿的主任是我的老同学。哎，好，我替你说说看。再见。
大师，我找新秋。哦，新秋是我的妹妹，她上班去了，有什么事吗？请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去穿件衣服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叫吴玲玲，请你告诉她，叫她回来打电话给我。再见。哎，等一等。哎，七叔，阿刚，你哪儿去了？我正要找你。什么事？明天星期五，安妮答应陪吴大夫出去玩，你最好去缠住他太太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啊？又是那老母狗，真讨厌。本来我打算叫阿森去的，可是他一定要你陪他出去兜兜风啊。真是一对狗男女。哼，孔子曰：“失色性也，连圣人都免不了，何况你是个凡人。”哼，大概死了就什么都不会想了。什么？死了就不想了？哼，俗语说：“宁为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你将来准备做风流鬼喽？哎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何足畏之？有志气，七叔啊。省点用，不要以为来的容易。哦，我也是前天才决定的，昨天开始上班的。早知道就好了，那是我哥哥。哎，谁呀？玲玲。哦，玲玲。坏蛋一个。哎，什么？你说谁坏蛋？他刚回来。哎，好的，再见啊。新秋，你怎么老是破坏我名誉啊？谁叫你整天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？啊，看你那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反而叫你娶我来了。我不敢。哎，说真的，那个玲玲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不错嘛。当然不错了，怎么样？我跟她见过几次面，可是老没人正式介绍过。你是不是可以？我劝你啊，死了这条心吧。人家是富家小姐，书念的也不错，而且马上就要出国了。哎，交朋友总可以吧？人家是有教养的女孩子，不会愿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的。哼，我一不偷二不抢的。哼，谁知道你每天鬼混些什么，男男女女的一大堆。哎，别瞧不起人好不好？假如你能介绍我跟他做朋友，我就不再跟那些人来往。我啊，可不负这个责任，我要睡觉了。再见。哎，明天见。怎么搞的？
上甩了他吗？讨厌。那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啊，我叫阿刚，是新秋的哥哥，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坏蛋，所交的也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。是不是新秋已经向你宣布我的罪状了？这个这也是事实，我并不否认。可是有很多事情都是被环境逼着你非这样做不可，尤其是社会上的一般人都很现实。如果一个穷人跟有钱人在一起，那他一定是另有所图。我倒不是这样想。哦，那你愿意跟我这种人交朋友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我是个坏蛋。人生出来不一定就注定是好人或者是坏人，再说坏人也可以变好。很多人外表上一脸仁义道德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。我怕我会使你失望。不要自暴自弃，拿出勇气来。没有，哎，真是该死！昨天安排好的，要是拆穿了西洋镜，那就……哎，我早就说过，今天是13号，星期五，不吉利嘛。去去去去，白的，你去替阿刚应付一下。要我去应付那老母狗？哼，今天日子不吉利，不行不行。你拿什么瞧啊？保着点别出娄子，阿刚那份是你的，嗯，啊，是我的，哎，去去去去。回去，没关系，我想一个人走走，让脑子清醒清醒，好好想想。多想也没有用，记住我说的，要去做。好了，明儿见。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，真叫我担心。嗯，对不起，我一时忘了。我们上去。嗯。你说。那个姓陈的男孩子是干什么的？都说是在写字间做事的吗？兰姨，不要嫌我烦。兰姨把你从小带大，就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，这都是为你好。我知道。现在的人呢，好坏一时很难看得出来。是。哪天你把他带回来，让我看看。好，这才乖。时间不早了，兰姨您早点睡。好。
啊，齐叔，什么事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昨天我有事忘了。既然有机密，何必找我呢？这两天不行啊，过两天再说吧。喂，谢谢你，请吴玲玲小姐听电话好吗？我就是，你是要干啊？哦，玲玲，对不起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我现在来好吗？这里是图书馆，你要来随时欢迎。哦，可不下请帖的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安妮，你不要不开心嘛，回头我陪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去不去？阿森呐，不要在这儿现眼。叫你办点正经事儿，就像木头一样，他妈的饭桶。哎，你看看，连个安妮都搞不顺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快去猫猫底，看看是谁家的女孩。去呀！有点啰嗦，爱问东问西的。我最怕就是被人像问口供似的问这个问那个。怕什么？只要为人清白，不偷不抢。这当然不会了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难道是比偷比抢更下作的事吗？那就不知道了。特别紧张，还是改天吧。哥哥陈刚，您好。请里面坐吧。陈先生在哪儿高就？一家洋行里做事。哪一家？
是华龙洋行。你说是华龙洋行？嗯，对了，那就是华龙洋行董事长吴正德的家里。这么说，她就是吴正德的女儿了。对，准没有错。阿康真有一套，这下子掘到金矿了。哎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，越是有钱越有地位的人是越爱面子。只要阿刚把他的女儿弄得服服帖帖，就像是牛让人家牵着鼻子一样，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。七叔，真是那么容易吗？哎，说容易也不容易，说难也不难，这叫戏法，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啊。难怪他这几天对安妮那么冷淡呢。你这小子就会捡现成，从来一点不动脑筋。我动脑筋也要机会啊。机会，机会也要自己去找啊，哪有天上掉下馅饼来的。这两天你去陪陪安妮，别让他老缠着阿刚啊。好。你这个人真是鲁莽，什么不好说，偏要说在华龙洋行做事，要不是我就要出洋相了。因为我常看见华龙洋行的广告，刚才被问急了，一溜嘴就说出来了。我哪知道你爸爸就是华龙洋行的董事长呢？你妈似乎对我的印象不太好。别多心，你妈是个好人，只不过有点啰嗦。玲玲，刚才你姨妈背着我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不要骗我，她刚才对我的态度很冷淡，我觉得出来。她一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瞎疑心，再说她也是为了我好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并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惭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跟你不配。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配不配，只要彼此诚恳、互助、互勉，那就行了。不要乱想。你不知道，你太天真了。好了，不要太激动了，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明天图书馆见。是个好孩子，我不能害他，我不能害他。玲玲，走了，你那样对人家，当然坐不住。玲玲，老实说，第一次在机场餐厅看见他跟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在一起，我就对他没什么好印象。今天跟他说话又是那么闪闪烁烁的，我看不像是个正派人。兰姨，我认为不能单凭三言两语就决定他的好坏，给人家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。兰姨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，再说你也是跟他刚认识不久。不要生气，兰姨是为你好，听我的话，以后还是少跟他来往。是，兰姨。阿康，最近怎么老没见你啊？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，怎么了？什么事不开心呢？是不是欠钱用？陪我到别的地方去散散心。啊，那，
说什么？我说你下流。我下流？那你比我也好不了多少。哎，阿刚，你快走吧。哼，别碰我。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。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必跟我解释。那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？生我自己的气。生你自己的气？气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跟你们混在一起。哎，好像是我害你似的。你要有点良心，你也不想想，当初是谁给你钱用，谁给你做新衣服？不要说了。本来是你自己要说的嘛。是我要说的，我从今以后要离开你们。我知道，你最近搭上了一个小妞，而且小妞的家里很有钱，是吗？钱？你们说来说去都是要钱。当然了，人活着哪一样少得了钱？可是我不愿意再赚这种下贱的钱。啊？下贱？哼，我觉得这是公平交易，他们要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要他们的钱。安妮，你要知道，当你人老珠黄的时候，别说要钱，就是往上送，也未必有人会要。安妮，你我都是被七叔所愚弄的可怜虫，趁早摆脱他，好好的做人。话都说完了，我走了。阿刚，阿刚，你别走，你别扔下我，阿刚。刚才那电影很好看，是那个女主角很像你，可不错。是我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像，我才没她那么漂亮呢。哎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好吗？还不是老样子。每天上班下班，坐得腰酸背疼。小姐，要点什么？咖啡。哦。有时候还得受气。念书的时候真没想到赚钱是这么难。这就叫做这山看着那山高。哎，你在那里好不好？一定很清闲，是不是？图书馆嘛，事情总是比较矮板，薪水啊根本就谈不到。反正你不在乎。家里有的是钱。哎，你出关手续办好没有？还得等爸爸的回音。我真羡慕。新秋，你哥哥呢？不知道。这位就是吴小姐。阿刚呢？不知道。好几天没见的了。告诉他，七叔在找他。嗯。玲玲，你怎么会认识他们的？并不认识，只是有一次见你哥哥跟他在一道。那你常跟我哥哥在一道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哥哥常跟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，玩不出什么好花样。玲玲，我们是好同学，我劝你还是少跟他来往。新秋，
我跟你的见解不一样。一个人总免不了会有错，尤其是一个聪明人，他要是得不到好的教育或者是家庭的温暖，越是容易犯错。如果有人肯去劝导他，未必不能够变好。玲玲，你这只是理论，或许你在图书馆看书看得太多的缘故吧。青青，我不是说着玩的，我跟你哥哥谈过有关他过去的一切，可能你对他还没有我了解的多。我觉得他的本质不坏。我哥哥很会讨女人喜欢，你是不是也爱上他了啊？我不否认，两者都有。玲玲，阿刚是我的哥哥，你是我的好同学，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对你说一句话，你自己要小心，不要救不着人反而被人家拖下水去了。啊，秦叔，你找我。阿刚，凭良心说句话，我七叔对你怎么样？七叔对我不错。嗯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些日子你在干些什么？你以为你自己老躲着我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以为你自己羽毛长全了，就可以飞了吗？我并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这些日子老躲着不见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换换环境。啊？换换环境？我七叔哪点亏待你了？不，我只是想换个正当行业。正当行业？你能做什么？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。做工？你的做工是不错，可惜瞒不了我七叔啊。我没有骗你，那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表面上说做工，实际上你想把吴正德女儿骗到手，人财两得呀？切！七叔，你不要听人家胡说，我早就跟他没有来往了。是真的？那是条肥羊啊！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哎，这倒叫我纳闷了。一个人放着好吃好穿的不要，反而愿意做累得满身臭汗的事。七叔，你忘了。过去在学校，我念的就是土木工程。可是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俗语说，牛不饮水，浸不下牛头低。你不愿意再干我这行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要是你做了对不起我七叔的事，可别怪我七叔心狠手辣了。不会的，七叔。去。七叔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去。七叔，你真的相信他？你还不上去换衣服啊？时间差不多了。老实说，这种古典音乐我实在提不起劲儿。你就是这样，人家孟楠都已经来了。啊，没关系。要是玲玲没有兴趣，那我们就聊聊天好了。我上去一下，就来。啊，好。这孩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心神不定。也许是白天工作太累的缘故吧。我知道，因为有一天我冷淡了他一个朋友，所以他不开心。那孩子给我第一个印象就不好，邪里邪气。哦，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就是那天在机场餐厅跟他打招呼的那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觉得很面熟，过后我才想起来我们还同过学呢。哦，那这个人怎么样？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哎，好，你们快去吧。喂，啊，小姐，你的电话。喂，啊，是阿刚啊，你在哪儿？
等我，我马上来。哦，孟楠，真对不起，我有要紧的事要出去一趟，今天的音乐会我不能去了，再见啊。哎，林林，建筑公司做过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，害得我？小姐，要点什么？Orange juice。因为我心里一直很矛盾。为什么？说老实话，打从那一次在公路上遇见你，我开始只存着一种好玩性质，想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没想到接二连三的又碰见你几次，而每次都没机会表达我心里要说的话。在一种好胜与好奇的心理之下，我决心认识你。那次我来找星秋的时候，你不是已经认识我了吗？不，我是想抓住你。你总算把我抓住了。不，是你把我抓住了。为什么？自从那次到你家之后，我打算从此不再找你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姨妈伤了你的自尊心？不，她冷淡的态度反而更加强了我的自信心。真的？从那天起，我才决心改过，重新做人。因为我从前念的就是土木工程，所以很快便由杂工、技工而升为化德社的助手。那太好了。目前我打算存点钱，有机会再出国深造。将来我要让你看见我亲自设计的建筑物。那时候你不就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工程师了吗？啊？不过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我本来打算等事情实现了再来看你，可是心里实在忍不住，趁着公事到城里打个电话给你。哦，原来你不是诚心打电话找我的。玲玲，不要误会，说老实话，我还有很多图要看，明天一早要交的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11点多了。那你该回去了。嗯，先送你回去，我要是赶不上尾班车，最多就不睡了。说实在的，玲玲，我真不想离开你。不要那么孩子气，以后时候还多呢，何况我也该回去了，晚了姨妈会不高兴的。走吧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是早点休息吧。累你陪我这么久，你也该回去了，明天一早你还要上班。玲玲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。不要再生气了，以后慢慢的再劝她就是。哎，我走了。改天有空再来做。好的。
那儿干什么？进去。姨妈，你好。不敢当，陈先生，玲玲的年纪还小，正是念书的时候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搅她。是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只是玲玲，她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女孩子，我不希望她交一些举止轻浮、不三不四的朋友。阿哥，玲玲，玲玲，你听我说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为我好，你当着我的面前侮辱我的朋友，你为我好。再说阿芳又有什么不好？孟楠，刚才你说你跟那个姓陈的同过学，你说那个人到底怎么样？我有没有看错？啊，对。你说，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以为这样就是站在道德的立场在为人隐瞒过错？你不说比说还要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玲玲，坦白说，阿刚的家里头没有钱，但是我们交朋友是纯洁的。玲玲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懂。我不懂，你懂。你是个老处女，你根本没有谈过爱。说的对，我不配，你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走，走。吴小姐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喝醉酒了，我带你到别的地方去玩去。疯疯子。哎，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人家替你解围呀。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。哎哎，玲玲，玲玲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放开我。玲玲，不要孩子气，天这么晚了，还是回家去吧。我送你回去。我已经说过我不回去了。你总不能一个人跑到天亮吧？你别管我，放心我你。哎哎，听我的话，快点回去。你听见没有吗？
就会回来的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，小心照顾他。是。 我想我还是回去吧。现在已经晚了，不如明天再回去吧。我实在舍不得你离开我。 先睡吧。今天你睡床？不，我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，睡沙发好了。不，昨天晚上你没睡好，今天你一定要睡床。
跳毒去。你快去嘛。让我在这儿再多陪你一会儿嘛，等你睡了我再去画。你这样看着人家，叫人怎么睡得着？这样好不好？再让我陪你十分钟。赖皮。哭哭啼啼的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看还是报警吧。什么？报警？哎，我看这不大好，如果宣扬出去那多没面子。我看还是请孟楠找那姓陈的妹妹想想办法吧。前两天就已经去找过陈刚的妹妹，据说他哥哥一下行踪不定，他准备去找他哥哥的女朋友，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络。到时候还得请你跟玲玲解释一下，只要她回来，我们绝不反对她的婚事。不知道兰姨会不会反对呢？哎，孩子是她的，自己的骨肉总不能瞒一辈子。兰姨对玲玲真是用心良苦，谁知道到头来会是如此下场。我现在跟孟楠去公司一趟，你劝劝兰姨，我和孟楠会尽快替她把玲玲找回来，叫她好好休养好了。啊，孟楠，这是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走吧。陈刚的妹妹找到他，哎，人呢？阿刚跟他不对，可能溜了。好吗？还好。这里环境很不错啊。我们里边坐。先生呢？他到工地去了。爸跟妈回来没有？回来了。玲玲，你会觉得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来，而叫我来看你吧？他们可能也在怪我不听话。不，那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是关于你本身的一个秘密。我的秘密？
我跟你直说吧，你并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。兰姨才是你亲生的母亲。兰姨是我母亲。嗯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不要冲动，这是兰姨写给你的信，看完了慢慢再说。一件事，二十年来，妈一直担心，担心自己的女儿会遭到相同的命运。那天晚上，我辱骂了阿刚，打走了你。可是事实证明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妈，您没有错，我本来就是个坏孩子，因为是您给了我启发，玲玲给了我勇气，才使我能够再重新做人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能见到你们一块儿回来，我的心也安了。我现在不求什么，我只希望你将来好好的善待玲玲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是满足了，可是你不能对我没有一点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你别给我装聋扮哑。我七叔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惹火了我可不是好对付的。七叔，凭良心说，我过去已经替你赚了不少了。再说玲玲并不是吴正德的亲生女儿，她没有钱。嗯，我早就查得一清二楚，吴正德根本没有儿女，他一直把玲玲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。总而言之，不管她是不是他的女儿，只要他们有这关系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七叔，你不要逼我。你说我在逼你？你想一想，过去你对我说的什么？那时候我替你搭好了线儿，本来可以在那个女人身上刮一票的，可是你偏偏要说不干这一行，要改邪归正了。我也答应你了，哎，也没有再逼你啊。哦，你倒想偷偷独吞？这可犯了干我们这行的大忌呀！你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我倒有办法。只要你跟吴玲玲正式结了婚，再取得吴正德对你的信用，以后只要一切听我的。我不愿意这样做。不愿意这样做也可以。那只要一次过付我100万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我没有。也办不到。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啊，否则别怪我七叔对你不客气了。我阿刚从小就给唬惯了，随便你好了。
七叔找你，什么事啊？我没有空，就在下面。就在那儿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一再带人来对付我？小子，你不必在我面前称英雄，你跟我都是被七叔所愚弄的工具。他今天叫你带人来对付我，以后他要是对你有所不满的话，他又何尝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你？我放你走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你们这批饭桶，五六个人对付不了一个，切，没用。喂，阿刚，我是七叔啊。有什么事吗？还是那档子事儿啊。话都说完了，少啰嗦。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快去准备吧。嗯。喂。你要怎么样？我希望你不要冲动，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。你如果想安定地过日子，就要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我把你过去那段丑事宣出去。别忘了，你那些精彩的底片还在我这儿啊。七叔，你不要逼我。我没有逼你呀、啊，你考虑好了再答复我。再见。阿刚，到底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，工地出了点事，我要去一趟。哎，你快点回来啊！不，事情说不定要多久才办好，要是来不及，你先回去，免得他们等。我一办完事，就到妈家跟你见面。不，今天我们是主客，我们要是不一道回去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一定要等你回来。你是？不要误会，我是好意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进去。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替他做说客？不，我是好心，我怕你会吃亏，因为他叫了不少人呢。你是想唬我？我不怕。是真的，阿刚，我没有骗你。说老实话，我以前一直嫉妒你，恨你。可是
自从那天你对我说了以后，我发现七叔手段毒辣。现在我也决定不再跟他，你还是躲了他远点。要来的躲不了，谢谢你。哎，阿刚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怎么，考虑好了吗？考虑好了。嗯，那你是答应再和我合作了？你先把底片还给我。哼，那容易，只要你肯听话，事情办好了，底片就给你。我现在就要。Oh, my God.
玲玲，请原谅我。再见。